这个大家看过了，我看一个不一样的，那你就是婉儿，范婉儿，那就是林贤，好吧，来吧，那我们就稍微准备一下你们的走位，好不好？这个实在太矮，我都没有去。假装有，好，假装一下，假装一下，来，我们准备三二一 ，Action。不会是要抢我鸡腿吧？下面不要引诱我们台上的，来来，我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怎么样？这个这样的婉儿，你会喜欢上他吗？这样的范杰，你会喜欢上他吗？哎，丢了丢包袱，会。他说为什么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范闲啊。你呢？你呢？